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天气真的是超好的，就是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最好的一天，因为那个气象就是不是都会显示太阳或者是太阳跟云吗？然后今天是完全就只有太阳，连云都没有，所以今天是这个就是这个冬天以来我觉得是最好天气的一天，而且今天就是我喜欢的天气，就是那种很冷很冷很冷，然后出大太阳，我超喜欢。而且我今天就是还就是找了机会带了我新买的毛毛，超开心的。现在一月底，然后越来越有春天的感觉，比较有机会看到太阳，不然就是今年的冬天西雅图就特别会下雨，就是前面两年也都没有那么会下雨，就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好天气一个礼拜下雨，但今年就是下特别多雨，然后都阴天，不然就是而且现在就是因为疫情关系，然后又关在家里，然后又看不到太阳，真的是有够郁闷。今天我穿皮裤，然后发现外面还蛮冷的。刚刚跟 Michael 发现这一间是图书馆，然后他们很特别，是盖在湖上面，河上面。哇，超漂亮的这个河，我一直讲成湖。推我下去了，我会怕。布鱼对这个河很好奇，然后 Michael 一直在偷推他，然后他就很害怕。没有了。我们换了一个公园，因为刚刚那个公园人太多了，然后我们就来我们上个礼拜来的公园，然后就没有人，所以就可以不用戴口罩，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今天阳光真的很好，就是看得真的心情好到不行的那一种，而且就是天气又是我喜欢，就是很冷很冷很冷，然后又大太阳。We get the $20 fill up. A $20 fill up's an original or crispy? Crispy, please. Crispy, $20. No, that's all right. Thank you. All right, you have a great one. You too.刚刚我们去买了肯德基，因为今天都还没吃东西，然后刚刚去量完东西就肚子有点饿，然后就想吃，好开心的，好久没有吃了。看电视，就看狗或看吃的。哦，yummy。
他现在也听得懂 Yummy 是什么。你只要讲 Yummy， 他耳朵会动。Yummy， 他以为我有吃的。好烦哦，今天西雅图又下雨了，就是昨天好天气，然后今天就下雨，所以我们就是等一下要去练习开车，我要练习开车，因为好几天都没有练习了，然后因为下雨天也不知道做什么，所以就去练习开车刚刚好。我还带了昨天没有吃完的肯德基出门，因为我怕我等一下晚一点就是可能会肚子饿，觉得现在越来越像那种亚洲妈妈，出门就要带食物。有 cream 就是好吃，奶酥，所以奶酥配这个，好，好，买了两个面包，还有吐司。我跟 Michael 现在要先来吃一个面包，就是我跟 Michael 基本上都是蚂蚁，我们超级喜欢吃甜的。你想吃哪一个？Blueberry 的吧。啊，不明白。我吃面包了。就只有一边比较多。嗯。这个料超少的，是好吃，可是就吃了很失望，因为料太少。吃完一个又拿另外一个出来，这是芋头的。然后之前我们有吃过它原味，然后它里面又加那个奶油，我们都觉得很好吃。你吃吃看。你吃吃看。这奶酥好像太软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是磨得很平。给你咬一口。哦，你看，你不能欺负我。看我一步。Wow.